好，今日協和堂特別採訪，我哋咧而家即刻見到第一位大兄，請問咧，我哋第一次、第一日、第一下入協和堂要做啲咩咧？我諗應該係要休翻低條裙。休翻低條裙，好，我哋即刻都揾到第二位姊妹。請問你覺得入協和堂第一樣嘢要做乜嘢咧？梗係揾件衫遮住唔夠及膝嗰條褲啦。請問你覺得？入協和堂第一樣嘢要做啲咩咧？梗係要拍卡啦，係咪傻噶？唔係啊！請大家記得拍卡啊！雪雪，新木區嘅人記得快啲去換卡啦！你唔係未換啊嘛？請大家配合協和堂嘅智能卡政策。